Long live universal suffrage! Long live universal suffrage!
救親佢，後面做訪問啦。喂，前面不如喂後翻少少啦，後面大把機做訪問啊！
我哋唔单止过去九个月都践行我哋嘅承诺，践行我哋宣誓嘅内容，我哋未来都一样系真诚咁样为香港市民服务。好。发展服务而被褫夺我的议员资格，我感到光荣。我虽然失去了权力，但是我赢取了民心。我虽然失去了权力，但是我赢了道理。所以其实我们今次是能够凝聚到更多市民以至到国际社会对香港民主运动的关注，是一次重要的胜利。希望大家不要灰心，继续努力，我们的民主运动踏出重要的新一步。多谢大家。其实我就得三句而已，你有权力我有人民，你有 DQ 我有普选。各位就算你用確認書，我係四個選，你唔可以阻止民主派嘅選舉。所以我話你啱而家，有人問我喂，你係咪好惆悵啊？係咪好？我真係為佢哋遺憾，因為一個人好似對阿劉曉波咁樣，死不見屍。劉曉波一時都不見屍，係咪？你是將自己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我再講一次，今次的 DQ 是人大釋法加上特區政府濫用司法，將自己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在歷史書上面寫上了非常之污穢的一頁。我講的就是這樣，我認為香港人是絕對有能力將他們的恥辱寫在歷史書上面，絕對有靈錄 有這個能力是將他們在歷史的恥辱書裡面留名。我是香港人，我是香港人，我不怕 DQ， 我不怕 DQ， 我是香港人，我是香港人，我不怕 DQ， 我不怕 DQ， 我不怕過來，我不怕過來，北京政權這個濫用司法程序
去對付、去改、去對付選到的議員，改寫選舉結果的事。快民主派是沒有分裂的本事，香港的市民是沒有不團結的本事。我可以從第一個，我哋會贏。就算是他用確認書令到小麗老師、羅冠聰同學、長毛議員和廖仲賢教授是選不到的，我們的代表一定會贏。你可以 DQ 小麗，你可以 DQ 羅冠聰，你可以 DQ 長毛，你可以 DQ 廖仲賢，你是 DQ 不到選民。我告訴你，我再說一次，你是可以 DQ 我們。You can DQ four of us, but can you DQ the vote? Now, I'm going to tell you. I'm going to challenge you. Try your best, and you need and meet the by election. Okay? I think the Hong Kong will be real, not us, not just the legislator, but Hong Kong people will be real. Okay?Okay, I'm sorry, you have already threatened me to incarnate your name in the pillar of shame. Okay? What is going on here? I say, I change the subculture of something. So, you have a size, come here, what are you going to die?好明，我哋講大意，OK。乜幾無恥都冇用，香港人萬歲，萬歲。Long live Hong Kong people! Long live Hong Kong people! Long live universal suffrage! Long live universal suffrage! We will prevail! We will prevail! Democratic will be back! Will be back! Democracy will prevail!Democracy will be back! OK, 好差不多。你有沒有什麼短上訴？上訴的組織就是我，即是我覺得我要答你。各位，今天我們講的就是說，泛民主派是不會屈服的，泛民主派是不會分裂的，我們會在未來的時候，無論一地兩檢也好，無論在 DQ 員也好，我們是會團結一致，我們都有個目標，就是為了香港的普選，為了這個普世價值的普選奮鬥。你可以殺死劉小麗，你可以殺死羅冠聰，你可以殺死梁國雄，你可以殺死姚松炎，你殺不到民主，你殺不到香港人，就這麼多。好，你短期內會不會透過顧問收購到回來立法會？這些我可以洗錢了。好了，行了，好，好像在忙了，等一下 order that detail, go to the detail, okay?OK大釋法可恥，人大釋法可恥，濫用司法可恥，濫用司法可恥 ，DQ 議員可恥 ，DQ 議員可恥，香港人必勝，香港人必勝，香港人萬歲，香港人萬歲，普選必勝，普選必勝，普選萬歲，普選萬歲，我們是整體，我們是整體，香港人團結萬歲，香港人團結萬歲，民主派團結萬歲，民主派團結萬歲，我哋會。我們會回來 We will prevail We will prevail We keep fighting We keep fighting We will be back We will be back Long live democracy Long live democracy Long live people of Hong Kong Long live people of Hong Kong Long live universal suffrage Long live universal suffrage I love you all We love you all Love you all We love you all 我們在旁邊這邊多謝
一字排開，所有議員，一字排開，夠位啊，後邊，少少啊，後邊，後邊，各位。我哋嘅團隊，我哋係一齊嘅，冇分大細嘅。所有為咗四位被 DQ 嘅議員做嘢嘅人，我哋俾掌聲好唔好？好。我哋係一個民間嘅團隊 ，We are all soldiers， 所以我哋所有都係士兵嚟嘅，冇分大細嘅。OK。我哋會一齊行出去，我哋係咁多位議員，各位你哋能夠乖，我真係唔使你。我哋好多謝十位議員，十幾位啊，郭榮鏗議員啦，郭乃光議員啦，梁繼昌議員啦，Elvin 議員啦，張子雄議員啦，梁耀忠議員啦，邵家臻議員啦。我跟你後面有邊個？郭萬敬議員啦，醫生啦，黃家琪醫生啦，係啊，仲有文志邦嘅，許志峰議員啦，仲有靜靜仔啊，靜仔行埋嚟啊，靜仔，嘥時間啊，你就嚟俾人叫啊嘛。好，嗱各位，我哋無分大細，我哋唔會分大細嘅，我哋 we are all soldiers，we are fighting，OK。我哋都係普通一兵嚟嘅，我哋會為香港人奮鬥，係咪？係。我們都是普通人。我們都是普通人。我們會為香港奮鬥。我們會為香港奮鬥。有冇議席？有冇議席？都係一樣。都係一樣。我哋吞口先。後面有頭梯啊！後面有頭梯啊！後面。夠唔夠？夠唔夠？收工十度。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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